原声原色同学热情的舞蹈表演为展览活动揭开序幕。台大学施一农副校长代表学校致赠感谢状，感谢台湾创价学会共同推广 SDGs。那我们今年也获得了教育部这个永续校园的一个示范的一个计划哈。那我们也成立了我们的永续办公室来推动我们近零碳排。当然，我们也成立了这个产业的近零碳排的一个辅导团哈，来辅导这个产业哈，去做这个减碳哈。那可以希望能够协助政府来这个达到2050近零碳排的一个目标。环境永续是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标，联合国2015年发布17项永续发展目标。台大学携手台湾创价学会，10月17日到21日在外语大楼大业艺廊合办 SDGs 希望与行动种子的展览，透过展览营造永续精神的学习环境。台湾创价学会在全国16000多团体里面，唯一获得政府连续20年颁发社会公益奖，它就是在教育、文化各领域对于社会有实质的贡献。啊，现在世界面临的所谓的战争、疫情，还有所谓的温室效应，还有那个所谓的族群的对立，造成所谓的世界永续发展面临了很大的挑战。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希望与行动的种子，希望每个人都由心出发，进而发挥改变的力量，让环境社会越来越好。从心出发。